纯种博美犬是相当漂亮和迷人的犬种，在世界各地都是热门犬种。博美犬是牧羊犬出身，非常聪明，在众狗的一个智力排名上排到第23位，在小型犬中排名的话是前5，所以对于饲主来说是相当容易教导和训练的。博美犬对主人的要求比较高，不推荐初次饲养。一般来说，博美犬它小的时候容易低血糖，而且具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所以如果说饲养的话，一般来讲的话要求比较清新。博美犬本身就比较小巧可爱，食量也不大，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比较友好，是适合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饲养。